大家好，我祥顺汽车小蔡。 Focus 进场查修冷气车主表示这冷气有时候冷有时候不冷，这状况蛮诡异的。那小店跟同行协力来查修这个状况，发现呢是压缩机的离合器线圈磁吸效应作动不良所导致，予以更换新的离合器线圈即可改善这个问题。爱车不冷吗？欢迎来电洽询哦，谢谢。